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鱼豆。这个新英雄云英已经上线体验服了，想必大家期待他已经很久了吧？现在呢，我们来一起瞅一瞅他的技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云英这位英雄啊，目前体验服还没有公布他的封面，就连出场动画也还没有呢。但是他的技能和定位已经做出来了，定位是一名战士，售价13888金币。那我先提前恭喜一下对抗路的玩家了，迎来了第三位女战士。她的技能比较复杂，可要认真听啊。她的一技能将敌人挑飞，并直接挥枪落下，这和韩信的一技能还挺像的，只不过是去除了韩信的一技能的位移，并把两段融为一体。长按二技能，云英进入蓄力状态，可以获得持续的加速效果。蓄力结束后，可以向前突进，并横扫一下。哎，这会不会是韩信的妹妹呀？韩信也是二技能突进，并且获得一下横扫。主要是这两个技能很像啊，都是玩枪的。重点来了，云英的大招短暂的蓄力，向前突刺，然后挥几下枪，并回到原地。路径上的敌人会被强制位移。大招之后还有一个第二段技能，将铅划地，形成一个带火减速带，持续3秒。有人就说呀，这技能哪里复杂了？这也挺简单的呀。哎呀，别着急嘛，这还没结束呢。你是不是忘了他的被动了？他的被动才是核心，被动一共分为3个。对了，忘记讲怎么触发被动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使用技能就可以获得一层被动，不管打没打到人，那都可以。使用普攻就会消耗所有被动，被动最多可以叠加3层。如果只攒了1层就释放的话，他会挥舞手中的枪，并且减少30%的近战伤害和30%的飞行物伤害。挥枪过程不会被普攻打断，但是可以被释放的技能打断。第二层被动可就厉害了，连刺3枪，每次刺中都可以给自己回血，最后一枪刺中回血会非常的多。如果血量低于50%，回血效果直接翻了好几倍，最多可以回6倍呢。如果第二层被动算强的话，那这第三层被动保证让你的下巴都合不上。云英直接腾空跃起，蓄力1秒，劈出一枪造成伤害。如果敌人血量低于50%，�伤害直接额外增加100%，这不就是自带破军吗？破军也就才增加30%呗。然后跃起期间无视地形，并可以获得200%的移速。哎呀，这听起来就很强呀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我会马上再出一期云英的实战小技巧和连招呢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可以先在评论区里一起探讨一下云英这位英雄哟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哟。